主料：泡菜200克，年糕200克。辅料：油、蒜、豆瓣酱、生抽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泡菜用水泡一下，挤干水分。年糕拆掉塑料皮，掰成小块，蒜去皮切末，油锅爆香蒜末生抽，下郫县豆瓣酱炒出红油，下泡菜翻炒均匀，下年糕翻炒均匀，加点水翻炒至年糕酥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因为泡菜是咸的，郫县豆瓣酱也是咸的，所以不用另外加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